家好，我是 Amanda。 我们来看2月10号、11号、12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运势最好的星座，我们恭喜射手座的朋友们，过去一段时间以及未来，我们都能够控制我们的购物欲望，让我们的存折里面小有存款哦。天秤座的朋友们，跟伴侣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的有一种更加亲密以及紧密的感觉。狮子座的朋友们，我们跟家庭里面的成员互动，气氛也非常的和乐，大家的感情更加的良好了。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星座，提醒巨蟹座的朋友们，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是自己的投资理财方面，都会有一种遇到瓶颈的感觉。牡羊座的朋友们，跟伴侣之间可能两个人讲话都太直接了，容易有一些口角争执。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颜色是红色；风象星座的数字是2，颜色是白色；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颜色是绿色；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颜色是黄色。